索一种你，在记忆面内想起你，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，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，谁人已替代我都不介意，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，交换全属你的房间，欢乐半边是空置，和凌乱发丝入面几次，下定决心宁愿单身都不可放。熟睡那刻还未失忆，我亦能静养，从此你我多累，床头都不相对，状态就算几空虚至少人得了独居。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藏，尚未够狠，门外起贴你共谁低声，如果勉强倒醉，从来都非一对，可能如物有变更加单对，天花塌下还在祝福他跟你数羊，空间够吧，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，铃声切记关掉，明天见也最好不要，就当泪线失调，早渗入记忆你怪不了。Hello， 演员，好正嘅啫！我成日好鬼中意见到佢咧，好腼腆咁样咧，即系缩下个膊头，唱完又好似好轻松咁样。好，谭辉智嘅《必杀歌》几面，不如问下评审嘅意见先咧 ，Tim Sir。因為我記得咧，《記憶面》呢隻歌咧，基本上阿 Tim Sir 咧就講話呢隻係禁歌咁滯嚟嘅。呢隻歌難度真係超高。嗱，輝智平時你揀歌係揀得好好，呢隻歌唔係你揀得最好嘅一隻，因為呢隻歌咧。只是兩年前的歌，你揀啲二十年前的歌你是發揮到淋漓盡致嘅。呢隻歌咧，佢始終佢嘅調子，佢有少少唔同一啲所謂嘅老歌，你發揮得好，但係唔係最好嚇。但係咧，你走到呢度，我自己都真係要俾熱烈嘅掌聲俾你，因為你已經贏得全香港觀眾話俾你聽，我哋嘅素人就係譚輝智，冇得頂。多謝天上。好。梗係要問阿千華啦，因為頭先佢都講話，唉，你係素人，話佢俾爆燈喎，睇下今依一隻歌又爆唔爆燈咧嚇？頭先其實呢隻歌係難唱嘅，係中間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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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嗰個上去假音嗰陣時候，可能緊張個樣，嗰度係爭少少，但係我覺得佢係我有一個問題好好奇想問你，其實係我知道爸爸好鼓勵你參加，最嬲尾係乜嘢令到你願意去參加呢個比賽？其實是因為我覺得他由已經 很多年前已經是叫我出來唱歌，但是我都永遠都是推的，即是不敢試，但是今次是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最後的機會，即是你是為自己開始，為自己是啦，那我又想完成這件事，是啦，我又想即是我覺得如果不參加，我真的永遠都不即是永遠都沒得唱，那我其實內心我是真的很喜歡唱歌的。啊，唔得咯！咪講咗呢句，其實咪就係唔係你爸爸要你嚟，係你真係中意唱歌咯，真係好想得到呢個答案，就係你好中意唱歌。咁同埋識個由零開始嘅人，你今日走到而家係好厲害嘅事嚟噶。咁亦都俾咗好多中年人追夢嘅一個好大嘅鼓勵，亦都會令到我好感動。所以多謝你 ，thank you， 多謝你，張國芳老師。
我都想補充一句咧，就係、雖然係我都贊成阿Tim Sir所講咧，呢一隻歌咧唔係最適合咧啊譚輝智去唱嘅，但係我亦都想咧秉承翻呢個節目嗰個宗旨咧，一個中年嘅人士唱一隻咁當時得令咁年青嘅歌曲咧，我夠膽講係冇違和感嘅。你是很努力的，多謝多謝周生。哇，咁我都要不妨問埋阿 Harry 啦，即係左右門神都問曬佢。大家講完輝智啊，不如我講一講，我想講講古卓文。我係批准。我由頭開始，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古卓文嗰種好 show off 嘅，但係我頭先俾咗一個我從來都未俾過嘅分嘅。哇，好得人驚喎咁樣。哇哇哇！增加咗刺激感啦。咁我都唔爭再問埋阿肥媽係。你對阿輝智有咩意見？俾啲意見佢。有乜理由必殺歌？你揀呢只啫，玩嘢咩而家？你係玩緊我哋啊，知唔知啊？輝智必殺啊嘛。係啊，佢自己佢死唔俾佢死咩？真係。你冇理由揀呢只，你問嗱，你睇好容易嘅咋？每次你哋唱完歌，觀眾嘅反應咧，現場係最突出嘅。你頭嗰兩隻歌，尤其是你扭個啰柚嗰度，哇！嗰啲掌聲啊，啲嘢大家嗨曬嘅。無端端呢只歌跌咗落去，係唔關人事，係你自唔係做人冇所謂嘅。我中意揀呢只歌，我中意挑戰，我知道我自己係有幾多斤兩，我中意嘗試，咁咪得咯。呢個最緊要嘅係我自己做到我自己中意嘅嘢，我唔介意你哋嘅人點睇，我唔介意分數，你係啱嘅。喂，陳老師，呢隻歌的確真係唔係你最突出嘅咯，所以最拉尾，我覺得你係應該要揀一隻即係殺曬嘅歌，但係真係咩啊？又唱歸來吧，歸來吧，歸來吧，一定得。又有得再唱翻嘅咩？得，點解唔得？點解唔唱啊？必殺啊嘛！你咧再嚟一次啊！你有冇得褪㗎？褪翻次。